大家晚上好。又是全新一期的综艺盛典，又来了五位的综艺明星，将要挑战我们的综艺牛人。变的是我们的综艺牛仔，不变的是我们的明星队的队长。再送掌声欢迎牛群。五组牛人已经是蓄势待发，现在让我们一同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一组综艺牛人。牛人在哪里？我要看综艺。牛人来了。远远的看见一位白衣飘飘的女士向我走来，敢问您的芳名叫做是？我叫袁冰娘，来自山西高平。这位袁冰娘女士，她的绝技是什么？是一位书法高手，字儿写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字如其人。首先，请各位来看一看袁冰娘她的书法作品到底有多漂亮，来。这是什么字体型的？行草。哦，行草，所以怪不得我们都不太看得清楚。漂亮吗？但是你以为光是字写的漂亮就可以做综艺牛人吗？当然不是。来，牛群队长，第一轮挑战，哪一位来挑战我们的袁冰娘女士？冰娘叫娘，我必须得找就是爹字辈的。冰娘这哪有爹字辈？除了你当爸爸，哦，刘和刚当爸爸。对。刘和刚的代表作是父亲，父亲，哎，他是唱爹的，哦，哎对，唱爹的和娘对着来，这也行。和刚，上牛，来，掌声欢迎刘和刚，上牛。这牛不错呀，嗯，舒服吧？比你的车舒服吧？牛不错，你老看我干嘛呀？啊？骑着我，你还怎么着你？你还我看牛和牛有什么区别？怎么样，头刚？这个牛感觉还不错是吗？你感觉牛有点滑呀？有点滑，会不会动啊？所以你要紧紧的去拽住那个绳子，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牛人情报站。依然是三条情报，第一条情报，袁冰娘12岁时就可以双手写书法，双手。情报二，1996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情报三，15年前的央视新闻节目当中，曾经专题报道了五笔同书，哦，用五支笔同时写五个不同的字，哇，五个不同的字在同一的时间，对，对不对？对，哇，那倒是蛮难的。别说五支笔，我觉得2支笔都会非常的难。你觉得呢？你说是？一只手拿五个笔，两只手拿五个笔，不是一个手拿两只，一个手拿两只，对对对，嗯，嘴里边一只，哦，然后可以五个笔写五个字，对，不同的字，对。那你看，我们一般说大脑控制左右手，对不对？那他要同时控制住5支笔的话，啊，对对对，该有多难？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场先请牛群老师，您来试一试，双手拿笔。写字的感觉，同时写字的感觉，来，掌声欢迎牛群老师。乐一声。越鼓掌，越鼓掌，心里越没底。哎，不错不错不错，你写的是阿拉伯数字1到10，但是是正反的写，因为守着人家书法家，我不敢写字儿。嗯，写字我平常我也经常写，是一般都是写检查，因为经常咱犯错误。就领导冒号，刘老师，我们请您来看一看袁冰娘，她是怎么写的，好不好？冰娘，来。
漂亮，漂亮，更漂亮的在于它一斤可以二斤。没错没错，您这个我就收起来了。我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您收好。好，谢谢刘和刚，六十秒，开始。我问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什么纪录？对，不是哪？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什么纪录？就是五笔童书的。什么？五笔童书的纪录。五笔童书什么纪录呀？什么纪录？什么纪录？是你创造了五笔童书，还是你创造五笔童书什么样的纪录？时间最快或者之类？细节是什么？是世界上只有你五笔能，你能五笔童书，还是？还有人，或者会不会有像牛老师一样七笔童书的这个？哎，对，是我最早的。他的记录是他最早开始五笔童书表演。啊，最早是吧？最早，1996年。我觉得中国的传统书法好像没听说过，千年了啊，几千年。不可能，不可能是吧？你们觉得可能吗？我觉得你们觉得可能吗？我觉得假的。别，你就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吧？假的，假的是吧？假的。假的，真的假的？假的，没有问题了吧？刘和刚，何刚是唱歌了。毫无疑问，他一旦上了舞台，要让他唱歌，那是有主意似的。这边是真的假的？告诉我，这个他不行。假的是吧？这边呢？假的。谁告诉我是假的？刚哥，有时候说不定有陷阱。看着貌似是假的，说不定是真的。哎，有时候看着是真的，说不定是假的。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我觉得，所以我跟你一样，我选的话，我一定会选择是假的。哎，刚哥注意，假的是吧？不要看顾斌的眼睛。顾斌在。来说假的，举手。假的。真的。少数人的手上。假的。假的。好，现在刘和刚，我看那边举手也是假的，这边假，就对都说真的。刘和刚，你们不容易。现在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可以，我相信大家。告诉你，不是相信答案，怕啥呀？假的就是假的。啊，是假的。我觉得是假的。假的，假的，我相信你。确定了？假的，假的，假的。Come on！刘和刚，恭喜你。答对了。好，哎，咋了？绝对，我就是无比成功的开玩笑。谢谢。哎呀！各位，到底哪条是假的？旗开得胜。哪一条？一。何刚，你觉得是第二条是吗？我觉得应该是第二条，就是第二条，对，就是第二条，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刘和刚，不是他创造不了记录，你当时其实去申请过，他们怎么跟你说的？怎么回复你的？是世界上好像没有其他国家没有书法，因为这个书法是中国人独创的一门绝技，一门文化，其他国家没有，没法做比较，不能称之为世界纪录，所以就没有这项记录。来，掌声给他。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双笔童书、五笔童书到底是怎么样书写出奇迹的。来，冰娘，开始。右手写了个牛字，左手即将完成的应该是一个裙子。掌声，牛群。你表现好。对呀。哎，你也有吗？是吗？牛哥。牛吗？接着右手写了一个人，左手写的是星。笑。笑意。天哪，太难了！一会儿那五笔童书怎么办？啊。加加一啊，老师太难了，真好难这个，可能能坚持半个字。我们好，我们的对联已经写完了，牛人。
一惊既绝，这边是群星笑语欢歌，再次用掌声感谢冰娘。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冰娘最绝的技艺，那就是同时用五支笔来书写五个字。书写书法呀，这个意义啊重大，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实际上书法这是一朵奇葩。嗯，很多孩子现在是电脑、计算机，哎，不写这个了。所以说，这个应该好好的宣传，好好弘扬，这个好好传承下去。来，各位，现在来看一看，哇，什么叫做是五笔成书？开始了，开始了。哎呦，这家伙！天哪，叫何等的不专心呀！就像那个拿筷子一样。天哪，太难了这个。五支笔在同一时间完成五个字的创作，你想象一下难度有多大，也就是一个人要同时分心做五件事情。你就是三心二意是这个意思吗？三心二意，人这是五心一意，三心五意二意，一心可以二用，人一心三心可以二意，对，一心可以五用。现在我对这过去贬词，哦，原来是宝词，绝对新的理解。好，五笔通书，中国龙腾飞，厉害，厉害！我的家乡在浙江，我们有一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他是当年挥毫泼墨，怎一个潇洒了得！但是今天，我觉得你真的是以柔克刚，用创意书写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下面的刘和刚啊。一位综艺明星，刚才第一轮顺利过关的综艺明星，也要把一首歌曲送给每位观众，用掌声欢迎刘和刚。想想小时候，常拉着妈妈的手，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没有忧和愁。上学的那一天，站在校门口，哭着喊着妈妈哟，我要跟你走。双手虽然粗糙，可是它最温柔。拉住妈妈的手，幸福在心头，千万别松开这份最美的守候。手虽然粗糙，可是它最温柔。拉住妈妈的手，幸福在心头，千万别松开这份最美的守候，千万别松开这份最美的手。谢谢刘和刚的精彩演唱。从父亲到拉着妈妈的手，每当他唱起这种跟亲情有关的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每人的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来，再次用掌声感谢他。作为奖励，我们把冰箱的墨宝赠送给你，何刚哈。好，现在各位，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二位综艺牛人。牛人在哪里？牛人来了。
怎么称呼你们？他叫琪琪，我叫林丽啊。你们呢叫麒麟宝贝组合是吧？对。哇哦，你多大年纪了？我俩六岁了。六岁了，哎，那问问你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她是姐姐。啊，她是姐姐。哎，你是妹妹对不对？对。啊，你们两个人怎么才可以分辨得出来？长得太像了，你能告诉我一些小秘诀吗？我俩也不知道。啊，你俩也不知道。这一轮面对我们的麒麟宝贝组合，你们派出谁？哎呀，这个我一定是派最好的，和他们相符的，要祝福他们吉祥，祝福他们幸福，幸福吉祥。藏语是什么呢？叫扎西顿珠，有请扎西顿珠。大眼睛，很大的眼睛，来仔细看一看麒麟宝贝组合他们的牛人情报站。好的，请看大屏幕。麒麟宝贝组合情报一，迄今为止公开发行的 MV 年龄最小的双胞胎姐妹。情报二，他们曾经出演过陆川导演的电影。情报三，非常重要，他们已经获得冯小刚导演发出的马年春晚的邀请函，三条情报。天哪，天哪！扎西顿珠，一分钟倒计时，开始。你说的 MV 是什么？是几岁拍的呀？我们俩，不什么？几岁拍的 MV 啊？四岁、五岁、六岁都拍过。哦，四岁就拍过了。那你们演的陆川导演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你们在里面演什么呀？演了家哥哥的女儿。哦，那你们现在已经获得了春晚的邀请了是吗？对。你们演什么节目呀？演《五运童谣》。好的，那你们喜欢扎西哥哥吗？喜欢。好，行，爽了。为什么喜欢扎西叔叔啊？叔叔啊，有人占我便宜啊？是吗？那你们觉得顾斌爷爷帅吗？你们觉得顾斌爷爷是不是挺帅的？也很帅。好了，这难道是一个比帅的节目吗？这不是一个比判断力的节目吗？现在一分钟扎西顿珠在我们的欢声笑语当中已经结束了，有答案了吗你？差不多吧，80%。80%。啊，各位场外的观众，你们也可以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来参与我们的竞猜，来看一看这个情报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期待您的参与。真的还是假的？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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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假的，假的，真的，我要听您的。不，这么早获得冯导的邀请参加春晚，而且是两个默默无名的年仅六岁的小演员，顾斌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他了，我觉得是假的，相信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扎西顿珠，真的，假的，假的。广告之后告诉你。对岗啊！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综艺盛典，牛牛来了。现在在牛上的综艺明星是扎西顿珠，一位来自于藏族的著名的歌手。现在他面对的是年仅六岁的，号称已经接到冯小刚导演邀请的麒麟宝贝组合。所以现在你的答案依然坚持是真的，对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六岁的双胞胎，对，将登上马年春晚的舞台。是，你看，你看，假的，开心了，开心了，你看，假的，来劲了，你看他的眼睛，对呀。扎西，为你高兴，扎西顿珠，假的，你可长点心吧。假的，答对了。我终于享受到一次了，哈哈哈。所有的焦点都在第三条，接到冯小刚马年春晚的邀请，所以意味着我们也许在今天的春晚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现在我想提前的做个采访，两位麒麟宝贝组合，要是你们今年真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此刻在登台之前，你们有什么话，有什么感受想告诉我们的？什么感受？我俩非常开心。那在春晚上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样的节目？还没定好呢。春晚都需要有严格的保密规定的哈，不能随便透露。但是我们还是用掌声祝福你们，在春晚当中可以带给每个人欢声和笑语。非常可爱的麒麟宝贝组合，我们也要预祝你们在春晚上可以带来精彩的表演，让全国观众认识你们并且喜爱你们。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扎西顿珠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有请。先等会儿啊，我俩先剪下拐棍。好，走吧我们。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亮。能够感动，我们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让我唱这首歌，想起我家乡，它伴随我成长，给了我力量。我呀，今天我站在这年轻的战场，它给了我勇气，让我向前闯。我呀，给我唱，给我唱，给我唱，北京的金山上，给我唱，给我唱，给我唱，北京的金山上，给我唱。这是扎西顿珠的精彩演唱。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今晚的第三位综艺牛人。牛人在哪里？我
牛人来了。我是盲人钢琴调音师陈燕，她是中国第18条导盲犬珍妮。来，用掌声欢迎他们。我听说这个导盲犬平时跟你是相互生活在一起。嗯，它跟我一共生活了945天了。945天了，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人的一天等于狗的7天，它的寿命很短。很短。所以呢，我珍惜跟它在一起的每一天。有一次，珍妮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陈燕，对不对？是，那是刚刚跟我35天的时候，就是从小区去我的琴行，路上就有一条大狗，因为我这人比较怕狗。那狗就向我们扑来，它是一直挡在那条狗和我之间，1分多钟吧，那条狗就来扑它，就来咬它。等那只狗走了以后，珍妮的这个导盲鞍、导盲服全掉了，它的后背上有一个大大的洞，在流血。我带它去了医院，在包扎伤口的时候，它疼得直哆嗦。那个时候我就很自责，我觉得谁能给自己挡危险？只有自己的家人。现在珍妮后背有一块已经深深的凹陷下去，是不长肌肉了，那个就是一个伤口。从此以后，我发誓再遇到危险，我一定挡在珍妮的前面，因为她是我的家人，她是我的女儿。我们刚才特意强调说她是第18只导盲犬。各位，你们知道现在在全中国有多少只导盲犬吗？不知道，全中国只有60只导盲犬左右，所以导盲犬如此的稀少，而需要帮助的人又如此的多，所以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平时的时候去为他们做一点什么吗？你们觉得呢？给他们让一个座，帮他们指指路，或者去清理一下那些盲人通道，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谢谢。我也希望当我们有了这一双珍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去到公共场合的时候，请大家不要拒绝，因为珍妮刚到我身边的时候，可以说只有我家能去，所有的公共场合都是拒绝她的。通过2年的努力，我给珍妮开了微博，腾讯和新浪都叫导盲犬珍妮。现在珍妮已经有25万粉丝了。我通过宣传，现在珍妮基本上，我常去的地方都能去了。您知道我们刚才从哪里来吗？从哪里来？我刚才从医院来，我已经住院11天了，珍妮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我们在航空总医院住院，这家医院是中国第一家允许导盲犬陪着盲人住院的医院，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能让我们进去。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导盲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爱我们盲人。谢谢。我们会做你的眼睛，我们会做珍妮的好朋友。谢谢。记住，我的梦想就是我跟珍妮一人一狗走天下，可以畅通无阻。这个梦想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的，好吗？来，刘队长，这一轮你们派出哪一位明星，不能说挑战吧，来面对，来遇见我们的珍妮和陈燕。他们的故事非常的动人，故事非常的美，我想就派我们的金美儿。金美儿，来，掌声欢迎金美儿。上牛。现在就要请你来看一看关于珍妮和陈燕他们的牛人情报站。来，好，3条情报哈。情报一，珍妮呢，她能够分辨出妈妈陈燕平时的食物。情报二，珍妮参加过上海世博会和伦敦残奥会。情报三，珍妮拥有自己的微博，并且出版过图书。3条情报。
现在老规矩，你有一分钟时间来提出任何问题，最后来判断情报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金美儿，开始。世博会不用问，世博会是谁都可以去。对对，我觉得我也觉得是第二。这个伦敦残奥会。对对对，有点不靠谱。问。然后，那个拥有自己的微博并出版过图书，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陈也什么时候的事儿？问第二个。是2012年8月1日，珍妮出版了她自己的自传，中国第一个导盲犬的自传，叫《妈妈，我是你的眼》。微博呢是在2012年5月，珍妮呢是以自己的口气开了腾讯和新浪，都叫导盲犬珍妮。哦，那第一个能分辨出妈妈平时常用的食物，对，这个是任何食物都可以是吗？还是所有的食物？但是导盲犬它是只给盲人带路的，只有珍妮，我教会它吃。知道我吃的所有的东西在超市，他就可以给我带到吃的那里。他在超市是吗？对，他还会用坐或站告诉我拿的对不对。你自己判断吧。所以各位观众，尤其是场外的观众，你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竞猜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的，金美儿。后半段是假的。现在你必须给我一个最后的答案了。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清楚了答案。假的，嗨，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到底真假？你一句真一句假。而且这道题我们问得非常的清楚。美儿，美儿，真的是假的？太坏了！真的还是假？真的还是假的？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假的。这边是假的，那边是真的。美儿 ，Come on。最后一次啊，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假的，还是假的？好吧，我相信大家，假的。确实是假的，假的。张队，恭喜！我压力太大了，队长，我求你了，我的压力太大了，咱的人就实力。谢谢大家。好晕啊！你们非常准确，的确，第二条的后半部分是假的，前半部分是真的。对，他参加过世博会，但是没有参加伦敦残奥会。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特意呢设计了一些小小的路障，看一看珍妮是如何来帮助主人来跨越那些路障的。那现在我们在现场呢模拟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场景，大家看到了有障碍物还有楼梯，珍妮她能够挑战成功吗？掌声给珍妮还有陈燕。来，谢谢啊。开始，珍妮好好的带路哦。珍妮费特，我跟你说，其实啊，我知道你完全可以从台侧边就走过去，不走这些障碍，但是大家给你准备了障碍哟，你要穿过这个障碍物，用 S 型 S， 跟你 S， 然后有台阶，你要上台阶哟，不要忘了告诉妈妈哟。嗯，好的好了，啊好的好了，啊好。Forward， 走 S 型哦。Good， forward。还有啊 ，Oh good， 哇，这个障碍物很高啊 ，far， 哇，哎呀，别忘了走 S 型哦，走到原来的地方 ，good girl。这就是一本刚才我们提到的珍妮出版的书，叫《妈妈，我是你的眼》。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好，命运使然，陈燕和珍妮走到了一起，他们分享喜悦，一起担当，时刻不分离，因为陈燕是珍妮的妈妈，而珍妮是她的眼睛，他们坚信共同前进，脚步会更坚定，相携相伴，世间才会更加的温馨。来，妈妈，我是你的眼。那今天
我们也要把这本书，珍妮的书，送给我们的明星嘉宾，也希望你们可以成为宣传导盲犬的一份子啊。虽然现在珍妮很多地方还不能去，商家以顾客有意见为理由拒绝我们，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已经欢迎了我们。珍妮曾经带我去了海南，她是中国去海南的第一只导盲犬。在今年的五月份，我给珍妮一个梦想，梦想让她畅通无阻的一次，我们走到了西藏。我们感谢那些志愿者的帮助，珍妮是到布达拉宫世界上的第一只导盲犬。当他带我走到布达拉宫的广场上的时候，我说有志愿者们的帮忙，有珍妮的带领，我一个盲人才能摸到布达拉宫。所以感谢我的眼睛，感谢导盲犬珍妮的所有志愿者们。作为综艺明星，用我们的能力去让更多的人关注导盲犬，让他们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用我们的能力去帮助陈燕，像他这样的盲人朋友，让他们可以去到世界各地，看到世界的万物，好吗？世界，好的，珍妮啊，你要把这本书送给谁呢？让他去选吧。让他去选。导盲按掉了，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你，没关系，珍妮哈。好了，好，导盲按掉了，他是不走的。珍妮送书去了，走了。来来来，有可能咱们都是一个区拉萨的。送给谁呢？那就送给这边座位的第一个，谁呢？啊，这个。老师，队长，您待会就都收着吧。我想咱们都知道狗是人类的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才知道导盲犬是我们盲人的亲人。我想他也是我们的亲人，他虽然说这一生不能看见，但通过导盲犬让你的心路光明。此时此刻我想陈燕一定是这样想的，就像有一本名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一定给导盲犬起码是一天的温暖。谢谢。谢谢。我想这本书我们收下，代表我们所有的嘉宾，也代表所有的我们今天到场的观众，祝福我们的陈燕，祝福陈燕的导盲犬，祝福天下的盲人眼前光明。谢谢。好，金美儿也要有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的盲人朋友和导盲犬，慈济在人间，来，掌声欢迎她。人说天大，地大，将心永不大，谁能不朽仙仙，东路东风沙落雁，爱恨无怨，放得清闲，偷走那半日烟尘闲。人说阴阳人的自己当看见，风雨山头笑开颜，穿越历尽多少谢谢金美儿的精彩演唱。现在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今晚的第四位综艺牛人。牛人在哪里？牛人来了。
好。你好，一拳对吗？对啊。因为来自于德国的朋友，牛群队长。啊。倒数第二轮。啊，到目前为止你们还保持着不败的记录。哎，对，海神，谢谢您这样肯定我们。我们不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一直到最后，我们会笑到最后的。好的。第四位出场的将是我们蒙族歌手齐鹏，掌声欢迎他。掌声。您在家的时候有过骑牛或者骑马的经历吗？马经常骑，骑这个牛说真心话第一次，对，而且还是电动的牛。啊、下面你要做的那一步，就是来看一看关于一拳的牛人情报站。三条情报，同样，情报一，一拳曾经效力于德国国家体操队。情报二，他是最早将死飞自行车带入中国的人。情报三。可以在自行车上表演艺术体操。我想问一问您，我非常的好奇，什么叫做是死飞？死飞自行车什么意思？死飞自行车是一种自行车，你能玩到的骑。啊，自行车。对，一个自行车你能玩到的骑，不是往前骑，你也可以玩到的骑。哦，它可以往前骑，也可以往后骑。后面的车轮是跟轮组固定死了。哦。然后这个是原来的，后来他们做那个活飞轮。嗯。所以这种的叫自飞轮。嗯。所以就是那个的区别的，不是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叫固齿自行车。表演杂技的时候骑的那种车子吗？哎，有点类似。啊，就它一蹬就走，往后一蹬就往后。没错，没错，哦，有点类似。是这个意思吧？没错。是，好好好，明白了，对不对？明白了。好，现在齐峰，好，你有属于自己的一分钟的时间。好的，提出问题，判断情报站是真的，嗯，还是假的。嗯，一分钟倒计时，好，开始。我想请问您，您在效力于德国国家队的时候，最大型的比赛参加过什么比赛？那个德国的比赛。德国的比赛？对。没有参加过德国以外的比赛吗？很少。很好啊，德国体操好像不是那么。好，我再马上问您，您说您的这个死飞自行车，您是哪年带入到中国的？2007年的时候。2007年带入中国的，在此之前中国绝对没有。这个车在路上骑的没有的。路上骑，你是在路上骑这种自行车是吧？对对对。好。第三个，您在自行车上表演什么样的自由体操的哪些动作？哪些动作大概？倒立，那个，一个轮子骑，什么别的花式的动作？哦，队长，您怎么看？我觉着这个死飞啊。这个最早不是他带入中国的啊，我也这么认为。就是作为杂技团来说，对，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技巧。我是，但是有一点，嗯，就是说确实咱是在舞台上，银幕上，他说在公路上。公路上，这个我还是有点打话。像牛群队长说的，其实在中国之前也有过这样的自行车，那为什么把你称作叫最早把死飞带入中国的人？大部分在中国的杂技团，他们用的活飞轮很少很少有一个人真的有死飞轮。完了我们在城市，用这种自行车骑，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原来在中国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你说的是两点，第一点，原来在中国杂技团当中，那些自行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飞自行车，对不对？第二点，这样的死飞自行车的骑行是你带入到城市当中去骑行的，明白了？来，我问一下这边的朋友们，是真的吗？假的是吧？咱这边。兄弟，听我一句啊，我跟你说，那个死飞这个概念可能是这样的，以前可能有，但是不是正宗的，就跟吃牛肉拉面一样，有的叫正宗牛肉拉面，有的就叫牛肉拉面，这是正宗的死飞。没有，在公路上骑，你要是在舞台上，这绝对不是你带到中国。所以刚才我们已经咨询他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是他最早把这个死飞这项骑行的技术带到公路上去骑行的。我都没在公路上，而且他觉得中国的死飞不是真正意义上他觉得的死飞。啊，我们就是参考啊，对，仅供参考，大主意你拿。
对不对？队长，对了的话，你的荣誉；队长，错了的话，你自个儿挨摔。如果答不对，请原谅吧。我原谅，我们根本不会记住。我这压力大呀，都答对了。如果前面有一个错的，我都没这么大压力。齐峰，到，不管压力大小，好，此刻告诉我你的最后答案。我觉得还有点虚，这个不是作秀，这真有点虚。我这么几个，而且刚才我们队长说，我希望今天我们是五个平安的回来。从来没有人在这个舞台上可以五个人同时平安的回去。我倒见过在这个舞台上五个人同时落牛的。如果说你们今天能创造奇迹的话，最后我上牛。好，好，好，好。我觉得这绝不可能，我觉得是假的。齐峰，不管怎么样，行，我做假的。不管怎么样，齐峰，假的。广告之后告诉你。喂，欢迎回到我们的综艺盛典，牛人来了。现在在牛上对抗一位外国综艺牛人，一拳的是我们的著名的歌手齐峰。齐峰，到，最后的答案是。假的，假的，假的，齐到高峰。从此刻开始，你们队的运气慢慢的。假的，齐峰，假的，对不起，假的，我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我自己，你答对了。哎呀，哎呀，哎呀，等一下，观众朋友们，哎呀，观众朋友们，哎，我说了，观众朋友们，我说了，哎呀，笑，来，中国，哎，来，中国，各位，各位，我说了，如果这轮五位全部获胜的话，我上牛。好，现在只有四个人，对不对？哦，君子一言怎么说来着？五个队长啊，还有我队长啊，在这个舞台上四牛的男爵，我听一听，我听一听，我真要听一听，压力可就全上了。今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哈，运气你们是出奇的好，到目前为止是四连胜。队长是谁？太可怕了！哎，齐峰，你知道哪条是假的吗？子飞这个，子飞，哪条是假的？一拳，哪一条是假的？第一条。哦，国家队什么来着？我不是提到国家队，我就说了自行车的国家队，德国国家自行车队的运动员一拳，掌声欢迎他。我就说了，如果是国家队，不管怎么样，板凳队员，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向他学习哈，我们经常会说北京交通太堵，说天不够蓝，但是也许你想一想没有。一位外国的朋友，他为了保护环境，为了不让汽车更加拥堵，他每天选择的是骑自行车出门。所以解决拥堵，解决蓝天，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我希望更多的人也考虑能不能用自行车出去，去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一起努力努力，所以我们的天越来越蓝。你有没有去过内蒙古大草原啊？那边的人更原生态，他们是骑马或者骑牛，然后他们不骑自行车，所以峰哥呢，他刚刚特别想骑牛，但是他赢了，要不要大家给他机会满足他？好，满足他，来个最高档吧。哦，可以。能快一点吗？嘿，爸，快点，看我几秒，快点，有点意思，峰哥，创造记录，加油，哇，好厉害，这单手哎。蒙古，行吧，好吧。哇！
倍感压力哈，对、啊，来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答题高手、骑牛高手，各位，现在你们想不想看一看？自行车体操表演？想，那就把掌声送给玉泉，来欢迎他。谢谢一泉，你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向你学习，将来可以骑自行车出门，好不好？让北京的天变得更蓝，交通变得更加畅通，再次把掌声送给一泉。那现在我们的齐峰也要把一首好听的歌送给你，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掌声欢迎齐峰。想看看你的笑脸，风想听听你的声音，风想住住你的毡房，风想举举你的酒樽。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走进了阳光迎来的春，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尝到你奶酒如此甘醇。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祭拜心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谢谢齐峰的精彩演唱，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最后一轮对抗，有请今晚的最后一位综艺牛人，牛人在哪里？我想看。
牛人来了。姑娘，我全靠你了。您看错了。介绍一下青年魔术师庞半强，掌声欢迎他。面对最后一轮我们的挑战，你知道吗？本场到目前为止，综艺牛人还没有胜出过。我们所有的机关都被我们的牛队长，都被我们的明星嘉宾队给一一的识破了。所以刚才我们下了约定，说如果说你们今天全胜的话，我们会全场起立给你们鼓掌。啊，不是吗？不是。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输呢？因为这位他是具有魔法的，有很强的魔法。到底有多深的魔法？首先要请我们的牛魔王，我们的明星导师牛群老师上牛。前头四个人都胜了，我要是输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有信心是吧？没事，队长你去吧。顾斌，顾，求你，不，哦，他现在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有点抽筋儿，抽也是抽牛皮筋儿。来，掌声欢迎最后一位挑战明星牛群。牛队长坦率地说，今天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次。不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四个队员全都是获胜。综艺牛人队从来没有输过四轮。但是到底谁牛？来，各位，请看庞万强他的牛人情报站。情报一，他是古天乐的魔术老师。情报二，他可以挑选任何一个人360度无死角悬浮。情报三，得奖记录：2013年国际魔术大会舞台魔术银奖。三条情报，刘群老师，还有各位。你们可以大获全胜吗？全靠这一分钟，开始。啊，开始。你是古天乐的这个魔术老师，什么时候？在2006年的时候。他跟你学了多长时间？其实是一个产品发布会，在表演的时候呢，只是表演一个小的魔术，开场，然后把一个你说话快点行吗？我得别占我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不是他真正的老师，也就是说，就是同台演出对吧？对对对。OK，你教过他魔术没有？对对对，教过。说第二条。行了。教过魔术就算老师。不，那叫老师不一定是老师。好，你在2013年国际魔术大会上，你这个获得的什么奖？银奖。金奖是谁？金奖是国外的。国外谁？美国。美国谁？杰森·波尼。好。第二条，你是所有的人都可以360度对悬浮，对，你借助什么？牛群老师一会儿给借助什么？啊，借助什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我的道具在下边。哦，有道具是吧？对对。不信是吗？不，他只要有道具我就信，他要没道具我就不信。那这一轮我们是赢定了。这样吧，是真的。这样，我们给牛老师减轻点难度。第二道题我们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好。这样四位你们都上来，都上来。啥意思？我也上去。啥意思？都感受悬浮嘛。咱们就感受。您大家来点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您慢着点。我不会把这玩意儿压塌吗？桌子压倒。那行，你别把桌子压倒了。将近200斤啊。将不到。来，各位不到，别害怕，你看你都承诺了能做不？慢慢的坐下，慢慢的放松。手放平。放松，再放松。真的呀？
上头有馅儿没有？哎，哇！这第二条绝对神，我真起来了啊！你真起来了，我屁股停没支着，我不知道啊，秀姐，你不是你不是刘光吗？刚才我们四位分别从不同角度观察了，真的是360度你悬浮起来了，这就是人家魔术师的本事了。好了，那咱这条咱这条真的，来掌声再一次给，哎呦，给魔术师，来，尊敬的牛队长，不是呢啊，不是他挺那个，最后一轮打平，前四轮你们是大获全胜，我要是没有他们前四个赢，说实在的，我随便说都行。如果说你获胜的话，你们将全胜，给我几分钟？哎，我说，弟兄们，第一条是真的是假的？我就听个多数。你们就蒙着说，真的，举手表决吧，举手表决，说，我觉得第一条是假的，我觉得第一条是真的，我觉得是假的，美儿，我觉得是假的，真的，真的，我也觉得是假的，俩真俩假，假，第三条真的假的，第三条我反而觉得是真的，他总得有个假的，假的，但是第三条现场的朋友，我说真的，大伙儿有什么意见吗？假的，真的，真的，啊，对，我跟你说，那个刘队。四次都是假的，肯定得真一次了。那不一定，那不一定，我觉得。小子有道理。好，各位观众，现在是本场的最后一次竞猜。我们的魔术师庞万强有三条牛人情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互动的竞猜。如果您答对的话，我们将把一份礼品送给您。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综艺盛典，牛人来了，这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次竞猜，而且我们这一轮非常的关键，你获胜牛队长，本场你们就将5连胜，大获全胜，这是肯定的。有什么奖金吗？同时我将去上牛接受惩罚，这是大家所期盼的了。你们希望看我骑牛还是看牛队长骑牛？你看谁？你看我是吗？对，你们这些坏人，今天你们没有机会了，打错了。啊，怎么错了？第一条应该是假的，假的，第一条假的。我不会，牛队啊，我们对不住你了，对不起，对不起。太屌了，赶快救赵啊！赶快救主啊！救主啊！吓人了！哎呀！慢点！哎呀，牛队长啊，走着瞧。现在你们一定很关心，到底哪条情报是假的？哪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是真的。第三条啊。第三条。第三条情报。当然是假的。哎，对呀、啊，他说2013年，哦对，很近的事儿。2014年，你就有可能捧着金杯回来。那现在我们就要把舞台留给庞万强来欣赏他非常精湛的魔术技艺，掌声欢迎。Thank you.
谢谢庞文婵的精彩表演，她的出现也终于拯救了我，让我终于没有上牛去体会做牛仔的感觉。但是我要把一份礼物送给大家，我今天跟栏目组特意邀请了一位歌唱家刘媛媛，想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国家，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刘媛媛。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做出选择来判断，来选择到底谁是本场表现最佳的综艺牛人，他将获得金牛奖。来，第一次从那儿来，第一位是我们的书法达人，我们的丁娘啊。第二组是我们即将登上春晚舞台的麒麟宝贝组合。第三组呢是陈燕和他的导盲犬珍妮。第四组是来自德国的一位自行车达人一拳。最后一位是青年魔术师庞万强。各位明星，谁是今晚表现最令你感到满意的综艺牛人呢？三二一，请举牌。好的，已经没有悬念了，所以获得本场我们的金牛奖的是陈燕和他的导盲犬珍妮，再次用掌声恭喜他们。来，陈燕，我们也祝福珍妮可以带你去更多美好的地方，留下美好的回忆，好吗？非常重哈，用掌声恭喜陈燕还有珍妮。好的，感谢收看今晚的综艺盛典，牛人来了，各位，我们也需要你的支持和帮助。那么我们即将举行的是我们的牛人盛典，我们希望你可以参与进来。我们在我们的央视网的综艺盛典的主页，以及我们新浪微博综艺盛典都有投票的通道，你可以去那儿为你喜欢的牛人投上宝贵的一票。我们将评选出年度最佳的综艺牛人，他将获得的是一份金牛奖。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综艺盛典，我是主持人顾斌，下期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再见。